近日，河南郑州向全球展示了郑东新区 5G 智慧公交项目。智能驾驶公交线路围绕郑东新区龙湖一周，共17.4公里。宇通智能驾驶公交车可实现自动加减速、车路协同、自动进站、自动泊车等功能，达到 L3 级自动驾驶能力。这也是全国首条实现商业化常态运行的智能驾驶公交线路。